回来，第24届台北国际建筑暨建材的产品展于12月13号到16号在台北世贸13馆登场。今年会场呢，展出了许多符合环保永续概念的绿建筑作品跟建材，其中上游企业推出会呼吸的采光罩，采用热对流原理搭配强调节能环保概念的百叶导光隔热板，达到要光不要热的理想需求。另外还有包括了冠军瓷砖、台湾樱花以及科定企业等摊位，也都不时围绕着络绎不绝的人潮。